这次还要释出所谓的一个战略原油，为什么呢？平抑物价，因为美国目前还有所谓战略原油库存。那现在呢，俄罗斯就百思一直要想，各位去想哦，现在军队前方缺什么呢？缺油，缺粮。我就说嘛，几十万人在那边一天吃三餐，现在连粮食都不够，要怎么办呢？要钱。那要钱怎么样呢？俄罗斯有很多的黄金，但现在呢，今天连杀手锏都下了哈。目前的俄罗斯是住在金山上的一个乞丐，本身有油，本身有黄金，本身还有天然气，但各位通通都不能够卖。入侵了乌克兰之后，目前是外汇管制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的黄金哦。今天在整个伦敦世界金银交易会直接说，你们俄罗斯有五个会员席，对不对？直接取消。那为什么要直接取消呢？他要切断他的黄金交易哦。你把会员的资格拿掉之后，就不能够交易了。所以他手上目前1320亿美元的黄金。